安平记忆保养班开课了，大林慈院曹医师送来祝福。每个礼拜，这个记忆都会陪着大家，在训练大家快乐。我爸上次预备课他有来，那他回去有跟我妈沟通。陈荣朝父母住嘉义布袋，以前没有上过学，头一次当学生，好认真，好开心。大家安尼会当互相啊一寡咱较唔捌的，阿姨甲咱讲。记忆保养班开课，志工把长辈当亲人般疼惜呵护，长辈个个笑开怀，欢乐中完成自己专属的名牌。我就感觉足轻松。带领着社区往那个关心失智，还有我们这些老人哈，失能的人，他们可以有更好、更完善的一个配备。安平区区长也带着相关单位来参加，期盼和慈济合作，将社区关怀的脚步更延伸，让长者不孤单，家人也能安心。带新闻潘玉珍、郑瑞平、吴佩杰台南报道。